反出台抢攻，连续哇，好球啊！刚刚马龙应该是在防守当中啊，一个回头球，而且还转了一圈。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欣赏一下护正手之后，一个转圈式的防守，哇，这是一个神仙球啊！ 其实梁靖昆算到了啊，但是出手的落点啊，我们看还是给了一个斜线，马龙顺势就防了一个直线大角度。哦，好球！一正手的主动进攻拉落点。 球，反拉，真漂亮！这个反拉也太等着，我防过去，那边不回来了。哦，哦，好球！ 哇！这一板球，马龙是主动的劈长，那也是去强迫啊，王楚钦去。 拉一个斜线的角度，然后衔接了一板正手的回防直线。先出了，首先出了以后，这个球压住开型照样可以。嗯，好球！点的。 击球的时间和落点太熟悉了，太了解了。Looking at Ma Long in slow motion replay, it's clear how fit he is. Oh, flip, and he goes for it, but no.
现在就是机会，九比九，他握有发球权。调打，哎呦，这球！Recht viele Fehler. Und diesen extrem offensiv gespielten Topspin. Aber jetzt wieder da. Zieht er durch, was geht. Giancicke einfach beim Blocken. Jetzt dagegen Topspin. Was für ein Ball! Oh. Tennis. Good one. Beautiful. 好球！